因为他是我男朋友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成了你的男朋友。拜托你下次编故事的时候，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再见。着急见你肯定是有事要说啊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主题，可以作为下一季的开局。你在机场？你在哪呢？鱼在走。 我今天回来呀！嗨，我叫张依依。真是你啊！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，可以给我们签个名吗？可以啊，我们很喜欢你啊！谢谢。你本人比定世上还要漂亮，是好漂亮，脸超级漂亮，谢谢谢谢。我们今天特别开心能见到你，就是长得也太漂亮了，谢谢。我们好幸运啊，因为媒体们还不知道我回来，所以请你们一定要帮我保密，好不好？一定一定一定，你放心。一姐，能不能跟我们合个影？一起一起，可以啊。 谢谢，拜拜，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？从今天起，陶唐要退出这个节目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男朋友啊。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，但是很快会解决的。 进来的，我偶然见过你把钥匙放在门框上，我就试了试，没想到真的在。陶唐。 这可是我亲自去超市给你买的。我不需要，请全部拿走。陶唐，你怎么还在生气啊？创意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交往过，请你以后不要在别人面前信口开河。你就别生气了嘛。 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我们把不愉快的都忘记吧。
总之不要在任何人面前以我的女友自居。我之前跟你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请你不要自说自话。钥匙请马上还给我。好疼。还给我。你从来都没有这样对我说过话。钥匙。我真的很想你。马上离开。你那么的照顾我，我也那么的依恋着你，从前是，现在是，将来永远都是。就算我抛弃你，你也不能离开我。你可别忘了，你对我有责任。石庸哥，你还在为于再早辞职的事不开心啊？怎么，我像是很不高兴的样子吗？添了大麻烦走了，我得开瓶香槟庆祝一下。顾叔叔没有说什么吧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忘了告诉他，他替我找了一个多么忘恩负义的混蛋便当。他是金一珠宝最年轻的设计师，这次的珠宝展也是他负责。他说今天来博物馆找灵感。安先生。安先生，你可真难约，终于见到你本人了。抱歉，珠宝展有很多准备工作，所以一直没抽出时间与你见面。安，我还有两笔去还完，不介意吧？当然介意啊。这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是不是挺年轻的？傲慢和他的年纪一样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你也不遑多让。还要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